Hello，大家好，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威皮斯拉姆 One 美式肌肉车哦。那升级的话要41万5千块，护具改到满3万块钱，刹车7千块，保险杆客制化。我这次呢全部改到满哦。底盘、防滚架、强化车床，这个选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就选上面这个啊，门安全网、引擎改到满，空气滤清器，这个选这个好了，引擎调校最好的。排气管有客制化的，然后侧边的，还有加隔热板的，然后隐藏式的，哦，还有立牌的，立式牌排气管。那水箱护罩有70年代，全喷漆，老式。跑道赛车，客制化水箱，就用最好的吧。引擎盖有可以移除诶。哇，蒸汽式引擎盖，这不好看，我还是先把它移除。好，那这个。它这个东西泵浦是控制车体升降的，那当然装最好的啊，25万。内装装潢，我就随便设计一个颜色喽。它有防滚架哎，哦，它可以做同色调哦，但我不想要同色调。那装饰就随便选一个好了。仪表板，与内装同色客制化仪表板。那仪表就，复古战车也可以啦。那座椅，哦，它有飞行员的，二次世界大战飞行员座椅，这么的寒酸哦。轻量赛车椅好了，方向盘，经典摇滚，排挡头，哇，全知之眼哎，好，那饰板就随便选一个，有那个霓虹的最好。哇，OK，那装潢灯就亮一点的吧。那车灯，霓虹套件，3万块，这个就给它随便选一个好了。涂装，哇，我记得它有，对耶，就是这个鲨鱼款。可是它如果那个引擎盖拿掉，就看不到鲨鱼的眼睛了，叫做公路炸弹啊，火烧铜锈。其他的就还好，我觉得我蛮喜欢那个鲨鱼的。OK，那车牌喷漆，主色调喷漆，我给它换一个颜色好了。红色，副色调的，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它是外框哎，这个当然要选灰色或是黑色吧。哦，前面也有哎，好，酒红色。
那装潢的就配合它吧，亮红色。那引擎盖我再把它装回来。谁？还有眼睛？那就给它加个鼻子好了。虽然说它如果没有涂装的话，就比较丑。那车顶遮阳板，导流板有酱组型的，这样就盖到东西啦。啊，这个赛车级尾翼，变速箱8000，涡轮3万块钱，然后车轮类型就给它被你特制化，这个好了，放射线。然后这个随便选，选个颜色。轮胎就加个字好了，防弹，烧胎烟雾用黑色，车窗淡色系，OK，没了。哇，是哟。拉面要上来，再回家好。他应该想要下车吧，撞到车。Oops。冲啊！飞起来喽！故意撞我，讨打吗？想要被撞？来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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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哦，还到人撞到了，哦吼，两个都想要干架了，哦耶！好啦，开回家了，那个女生跳车了，这个招牌太那个了吧？啊，它是一颗篮球，好，没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